你又脱了？嗯。来来来来，你最近是怎么了？哎呀，估计是累的吧，而且也半时吃饭，胃不舒服。不是吧？我觉得……啊？会不会？不能吧？ 我们先别往那儿想了，免得空欢喜一场。嗨，啊，甭管他是不是，明天去医院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嗯，睡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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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我上个月例假是哪天来的？我哪儿？你哪儿不知道？不是每天都报季查呀，手机吧。这么大事？喂。 你在几楼呢？我找你半天了，没事，反正我要来医院做复健。我一会儿再打给你啊，一会儿见。嗨，思，这怀孕了？不恭喜我吗？还是说我铁树也会开花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 你怎么来医院了？啊，我有点感冒。哎，对了，那个我考研考上了。是吗？那很好啊，你的梦想终于实现了。你不也是吗？哎，对了，你老公呢？啊，他工作特别的忙，刚下飞机，赶过来的路上呢。 谁啊？不认识，怎么样？什么结果呀？哥们儿要当爸爸了，真的？挺厉害的你，来庆祝一下吧！哎呀，老七，二五二，妈，好饭，别理他，谁理你啊？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啊！行了，你别太激动，别太激动，我能不激动吗？ 这是我最近啊听到的最好的消息。哎呦，哎，不对，那您这手上成功不算好消息啊。算算算，这叫双喜临门。对，哎呦，不行，苏姐你怀孕了，你不能在医院这儿待着，这到处都是病菌。哎，赫明，赶紧带苏静走。没事儿，真的不行，你们得赶紧回去。还有啊，你不能再上班，赶紧请假啊，咱们可不能让悲剧重演啊。 不会的，走啊！是的，哎呦，走走走走走，好好好，别在医院来看我了啊！这我，你别来，在家照顾你媳妇儿啊！妈，你也注意休息啊！好，慢点啊！爸，你也别累着啊！哎，放心吧，我挺好的啊，好好养着。哎，倩倩，好好写作业啊！ 哎，倩倩，爸爸在你回来了。哼，写作业呢？哼，爸爸也想你啊。嗯，在学功课是吗？嗯。来，爸爸看。写什么呢？嗯。怎么了？
本来觉得自己还挺强大的，但是我现在发现，可能庆宁这一辈子都接受不了我。我做的这一切都是没有用的。怎么会呢？你再给他一点时间吧，好不好？是我要一点时间。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。虽然我回去见了爸妈，他们没说什么，但我知道他们心里挺不痛快的，因为我从小到大。 没做过让他们不开心的事儿，可这次，可是我们已经经历这么多了，难道你现在要放弃？这样吧，你拿着。这是干嘛呀？如果你对我们未来没有信心的话，那不如把我们的命运交给老天来安排。你随便买张机票，不要告诉我去哪儿。如果可以找到你的话，那代表老天不想让我们放弃。 请进。于总，你让我查的事情已经查好了，苏秦订了一张去马尔代夫的机票。好，马上帮我订一张同一班的机票。好，知道了。苏秦为什么没登机？ 怎么会呢？我答应过你，一定会找到你的，你相信了吧？